大家好，我是花石，今天继续来给大家看看我家东东。我家东东的孩子已经孵出来了，然后这两天已经长得很大。你们看，这是鸟爸爸，他在给自己的孩子喂食，喂的是蚯蚓。似乎这个巢里是有两个幼崽的。这段呢，除了我拍到他在喂食，还拍到了他做了一个特别奇怪的行为。你们看，他吃了个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呢？咱们放大。用慢动作再看一下，这不是一个孤立啊，这是鸟妈妈，我也拍到了，它吃了类似的东西。这是在干啥呢？这是乌冬的青鸟在吃自己孩子的粪囊。小型的鸟类，它们很怕自己的巢被掠食者发现，所以说不会乱拉屎。青鸟会把孩子的粪便吃掉，或者是叼到其他地方扔掉，保证自己的安全。